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，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问到这个问题，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给大家再讲一课。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，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，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，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。飞天之前，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，只要敢于有梦，勇于追梦，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，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，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。从神舟飞船到空间实验室，再到我们即将进驻的空间站，无论是居住的空间、飞行的时间，还是技术设备等等，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作为一名航天员，能够有幸参与空间站的建造任务，真的是由衷的为我们伟大的祖国，为能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那这一次呢，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中过春节。那除夕夜的时候呢，我们乘组三个人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守岁，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把来自太空的祝福送给我们的祖国，送给大家。